低之后的话，应该来不及支援就可以清掉了吧？宁甲已经在路上了。对啊，但宁甲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。这种很难活，它这个房屋比较紧密，然后房子的栋数也不是很多，所以你直接排二楼的话就很容易就是。所以小伟还是用锅把它补掉的。看到一个背包，哎呦，没中啊！这是啊，还好，一般都能弥补回来。但是这里人家有补枪了，队友的补枪呢，连续倒地。所以说七五这边的话也是被鱼人给限制到了，得不偿失啊 ！SMS 是的，埋人然后被反打，就相当于是 OM 跟 XLG。对，因为刚才有这种抽靶的机会。所以 God V 又是 God V 拿下了这一分，在半山腰上结果了一个敌人，没有看懂，我不是很懂，我不是很理解，是不？所以刚才他们是有一点意见分歧是吗？就开车的人现在还早啊，还是高点过的，一步上踩到石头之后，所以他听到了鱼人的声音，他会不会过来摸啊？鱼人还在看另外一边，鱼人切狙了，不是一个好兆头。这个距离，怕是，确实出了三波枪，然后把鱼人打掉的话，时间拖得太久了，就已经久到可以让 RBS 过来补枪。我看宁甲好像是在刚才我们视角切到就是那个外面的 XCG 的人准备收桌的时候他就到了，然后宁甲皮去撞了悟空，这个时候就是要打出一个突破口来，而且悟空刚才是分站的，对，宁甲皮就是这样的，先兜一圈，你如果开枪打我人少就直接往里怼，哦，进攻方打赢了，他好像有点要提前枪的感觉的，他这个头线和提前枪都是打得准才有这样的后果，才有这样的收获。XCG 这个点不会要丢了吧？人和点肯定都要丢了。哦，血量上有优势，现在 XCG， 但人数上有劣势。击倒一个，你看还有最后一个人，最后一人刚才出过枪，位置大概是知道的。他这个位置很容易排，四个人头进账就配弱直播。哇 ，XCG 真的好亏，刚刚不是还在说吗？就是你。他这不好回了吧，还得再往南边拉一点，马上要合圈了，主要马上要合圈了，他就哎呦，我刚还在想合圈的时候他就救不了啊，问题摆在那边，对，圈合了啊，但这边是有队友的，有击倒之后的话想要往上面去冲，小海的位置特别远，所以今天是一波二打四，一边了，脾气上来了呀，哇，王思涛这个三倍的 AUG， 这个位置不好开的，这个地形是真不好开车。CTG林强还想过来赶尽杀绝，车杠翻了一下，糟了，原来被高被穿了个头线，又打了一个林强，而且还有一边是天路的枪线，对，匆匆打了一个，这里挨了一枪。哦，楠直接过去了之后，刚才我看 RBS 去冲了 Pedro 的位置是吗？哦，这里 Pedro 居然已经是有人被补掉了，而且还有一个倒地，就 Pedro 只是两个人了。这个地方用雷是比较好操作的。女人，然后天路去冲了楠，那 CT 应该过去闪到自己、闪没人好，人也没先进来。其实他自己还没有从那个眩晕当中恢复，就往外冲的话，还挺冒险。这个翻出来，这是不可思议！我每一步，我说没有一步是，这真的，一般人都赶不到这么巧。CTG 又是这种高坡，然后打这种坑位。用完的时候吧，是的 CTG， 你想他这个山头打的这些脚下的坑真的好舒服。王骚骚这个麒麟臂啊这么远，
反正一个火过去，哇，这个火直接，哎呀！王涛这个抛物线判断可以啊，两个都是正着，雷是个空爆，是的，正着。看十七啊，十七这边也是疯狂的绕，因为有车过来，然后把 MCG 紧张坏了，你知道吧？本来 Summer 是在那个就是 CTG 脚下那片待着的，然后听到车声之后，他赶紧回来回防，就生怕队友出点问题。嗯，别说 MCG 这个执行力是真的高效，是。疯狂又现在又在疯狂调度，他们又觉得天霸里面可能要过来 ，summer 又过来了 ，summer 又往前顶。是啊 ，summer 这边就是哪里需要他，他就往哪里扎。嗯。来给这。而且旺仔直接打了个笔记本上，这跟就只能说是 FM 小事。另外一侧看看啊，博良现在是个思学哦，看起来 DT 这里的话，这里的效率比较高。嗯。直接又倒又补的。龙斯哥有一颗雷飞过来了，哇，这雷扔在脸上，但是没有炸倒。是王涛涛这个时候也在扔雷，好家伙，现在是道具战时间。两个击倒再来，全部来自王涛这边。龙斯哥也知道王涛的位置大概在哪里。再来，这林强高点出枪击倒了 DT 最后一名队员 Small CC。是的，我刚注意了一下，王涛涛甚至换了把连击，他本来是把 SPS。嗯，这围在中间的两队 FM 牌边都不好受，一边是天霸，哦，对，是的，我忘了北边有盒子了，哎，把王思涛倒了，说龙四哥压过来，王思涛这里就是他不想打，不想这个时候跟天霸打，我感觉出来了。MC 这个 timing， 我也觉得这个 timing 也很裂开，他应该不知道就是天霸这个时候摸过来吧，因为天霸是徒步过来的。天霸其实这波也很耿直，他也没什么算计，啊，他其实没算计的。嗯，我觉得 MCG 自己想多了，他是需要一些烟雾做遮挡的。他其实天霸也在裸跑，哇，天霸其实也在裸跑，这个时候被我说角色互换，直接变成啊，这波是 MCG 开始抽把，比谁的好凶啊！比谁抽把能力准，是的，是的，比谁抽把能力准。在这个时候，哈，天霸小胜一筹，因为刚才之前 MCG 可能是在做这种恢复调整的时候花了时间长一些，全是在拼火力。好，这会儿 CG 北边都打完了，看是你看 CG 的人头，是哎，这把这是 CG 机会大，他这个地方他高点下来的话，啊，五V的人头。这把真的是各种喜剧效果拉满了。